最原始的监狱是吧？不是最原始。那是什么？这就是绞刑架是吧？监狱。监狱。你看那个 GAOL， 这是那个 jail 的老的拼写号码，实际上一个字儿。哦。jail。好。去参观一下。你看还没有进呢，这就像个牢房一样。这个不是，这是一个地，我知道，平整出来，我知道。Point you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efore you go through. Okay. We're just in the two front rooms here. Okay. Best thing to do is follow along the numbers and they'll give you a nice good loop around. Mm-hmm. As you do go through, just watch your head and watch your step. Okay. 好，我们现在进来了。牢房。哦，这原来就是一座监狱是吧？嗯。哎，怎么黑的乎的？完了。哎呦天哪，这吓人啊！监狱的吗？哎呦天哪，这晚上还能睡觉吗？我有点害怕哦。那是谁？哎呦我天哪！还有谁？这是什么牢？这是？还有？这是监狱长住的地方。嗯、哎呦天哪！哎呦，吓死了！哎呦天哪！吓死了！这把我吓一跳。我出来。哎呦天，这是没收的！我的天哪！这是那个就是犯人用的那些东西吗？要越狱用的。No real peace offer from Hitler。哎，这是二战的时候的。希特勒那里哪有和平啊？这意思。嗯。嗯。这些都是行刑的东西。啊？不是说犯人就。撬墙啊，挖洞啊，什么用的？嗯，到底写的啥？是吧？对，是吧？这是犯人干的事儿。嗯，你看看，猜都猜着了。哎呦我去！哎呦，那还坐了个人啊！这是囚犯吧？囚犯学习的。学习。我天哪！哎呀，天天黑的乎的，也不见个阳光。嗯，吓死人了。哎，这有阳光哎，你看见没？看，有小窗户。嗯，这个窗户能逃出去吗？也挺危险。这里面是那个破坏的。嗯，这人还不少。这你看这，哎呦我去，这声音怪吓人。你看这锁。你看这锁。哎呦我去，这是老有这种声音，你看。对，这小玉门跟他说话，这小门。我给你关一下这门，铁门。能关吗？好重。Fix。杠杠的，还就这么个洞。嗯。不容易出来啊。嗯。怎么出来的？有窗户，有窗户，也有窗户。里面有灯。嗯。你看了吗？逃了。一个人把一个人送出去，那是糟透了，应该是啊。Escape， 渴望自由，太可贵了！这哥们干嘛还望风呢？这睡地下？这是这人的名字啊？也够冷的呀，我觉得。看像亚洲人。啊？你看。啊。托马斯·威廉。是像亚洲人。托马斯·威廉，那不是英吗？1907年 ，Good Friday， 10点钟。这就是执行死刑的那个机器，大堡监狱。绞刑架看出来吗？没看出来，怎么个绞刑架法？不让爬。嗯。真不知道怎么个绞刑法。人站在那里。站哪儿？人站在那个地方。站在这个地方。嗯，对。然后他的脖子拴在上，用绳子系着拴上面那梁上。嗯。对吧？嗯。然后突然一下，把下面那个板撤掉。哦。
他就咣叽就勒在那儿。这套设备是那个英国发明的吧？很先进。当时刺杀中国那个宋教仁那个人被判绞刑，嗯，就是第一个使用了这套设备的。后来说李大钊被抓到以后，张作霖他们抓到以后也用绞刑架伺候他，还是同一个绞刑架。不可以爬，但可以照相。这个洞给的太大了吧，我同时可以处理好几个人，对不对？四个人都没问题啊。Physical drill， 做操，做操。嗯，我怎么看还是女的？嗯，还真是 ，for woman。嗯，狼狈，做操呢，身体健康很重要，对吧？这个 drill 是演习的意思吧？嗯，现在不叫演习了，叫演练，哎。卫生间，洗脸盆儿，那个时候这个水都很先进了。哟，搓衣板儿。这是签字的地方。不是。啊，不是。这是监狱长住的地方。哎，办公室，办公室。对呀，这纸条是干嘛的？纸条是文件呗。文件，铅笔 ，Gel Form， 这个铅笔是新的，打字机是老的，上面是女王，以女王的名义，依照法律对某某人执行死刑，这是不是生死文书啊？差不多是这意思。不细细的去看了，也看不懂，这哪个困呢？Oh my god！ 幺天。我脱胎换骨。哎呦我去。哎。行了。行行。哪里就造反。哪里有反抗，哪里有剥削，是吧？砸碎他。好了。你现在有的只有枷锁了。砸碎了枷锁，我们就自由了。好。我们就有了一切。警钟长鸣。一定要时刻警惕。不脆声。好，结束了是吧？嗯。这小监狱里还挺齐全的。有厨房。嗯。医院。什么都。手术的。什么都有。病房。他比较震撼的是有套绞刑架。对。就是不行了，就地解决。对，外边是不用压菜市口，死就死了吧。外边是教堂，直接是救赎的地方。嗯，也对。拉了菜市口午门斩首是吧？叫什么？秋后斩首。午门斩首，菜市口，万一出门就是窝窝死，就吃的，看来还是不能死，好好活着。这砖很有意思，有的砖。啊？这砖仿到以前的砖，你看见没？是吗？你看，那有写的。这么漂亮。肯定是仿以前的老砖。老砖。嗯。六道轮回，现在又回来了。